哪里来？这时没有一个人不担心啊！啊，我不担心啊！我为什么不担心呢？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一心向道，一心为法为众生呐。这一生呢，由佛菩萨安排，不要自己操心。啊，今天没得吃，能过一天也是佛菩萨安排，一点都不操心。啊，佛菩萨安排让我今天饿一天。啊，这个饿一天呢，肯定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啊，又何况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为人演说，就是修布施啊，这个我讲的太多了。我们虽然没有财布施啊，外财布施，我们内财在布施啊，每一天在表演呢，在给大家看呢，啊，内财布施，法布施，无为布施，天天没有间断呢。果报就很殊胜了，什么都不缺乏了，不求而至，啊，我这五十年来亲身的体验，确确实实如此，我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绝不为物质生活啊起个妄念，没有。啊，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？你相不相信？啊，道场有护法神护持啊。除诸佛护念之外，还有护法神护持啊！你的心在道，行在道，护法神也要照顾啊！